黑的，还有别的没有颜色。平板的颜色黑色跟白色的。阿公有什么颜色？这个还比较好啊，不会肮脏的。实际上不要这个颜色，这可以。这可以怎么搁的这？对啊。来，往前移，往前移。我有手机，我这个东西没有。现在他们非要叫我买一个，人家看你看不到啊，你要买一个。谁？我人家看我，人家看你，当面是我的曾孙的侄孙的，人家看我的看到。阿公有什么颜色？有黑色吗？一样这个。跟银色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银色，这个是黑色。黑色比较好啊，阿公。黑色啊，这个一样啊。黑色就好了啦。平板要吗？黑色的吗？对，这个。黑色的吗？平板有什么色彩？白色跟银色，银色跟黑色。黑色啊，不会肮脏的啦。对啊，黑色啦。还有两种颜色。这个啦，这个比较好。黑色，黑色，黑色。啊。好好好。哈哈哈哈。他比我懂得多。他很厉害。哈哈哈哈。我没办法，我这第一次，土包子头一次。不会啦。等一下我。所以他要跟孙子讲电话的时候，他没办法看到。对对对。他要买一台。慢慢的。我就是为了让他看到我。我也看到他们也看到。那你孙子在哪里？啊。大陆的。大陆的。在大陆。他们都在大陆。大陆的、日本的都有。你这不是发票啊？等一下会给你发票，我先去帮你拿手机。阿光，你等我一下，因为我请他送。beli HP ni lo baru tablet。差不多大概三十分。阿光，你这边帮我签一个名字。好，可以。签名。这个不要，还要送新的来。我要对。好。这个名字。哎，好。他还没买过啊。没有用过。对。你那个阿公的孙子都在大陆，都在日本啊！他们用什么跟你讲电话？用 LINE 吗？不是用电话，那个在家的电话。不会看到啊？怎么样？对，现在网络也很清楚，阿公。电话号码这里。beli tablet。5200nih. Kamu sampai nih. Bu ya ini bayi pel. Kayak gini tuh belinya. Contohnya kayak gini. Sama itunya. Kataku,很简单。啊，我去帮你拿。你等一下拿单子给我，会给你发票哈。嗯。你来，我会帮你设定哈。有顾客来，你先放。没有，我要拿手机给他。对，跟你一样买新的。好。你可以旁边坐一下。可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我这个。